家安排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哈。这一首，相信在场的朋友如果有追台湾连续剧的话，哎，应该会懂这首歌。OK， 送给大家这一首非常好听的福建歌曲，这一首《南宁男人》送给你们，希望你们同样会喜欢。谢谢。至尊歌王阿龙钱德龙的一首专辑里头的一首歌《男人》送给你们，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。